缝纫跟打在身上还是不一样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说奶奶会晕针，就是她。放在家里，因为如果这瓶用完，我还可以马上，就是家里一定要，就是要杀虫剂一定要有一罐备用的，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一次也是看到蟑螂，然后结果喷到一半发现它没有了，然后就没有别的可以用，就超可怜的，所以家里一定要就是摆着两罐杀虫剂，就是以防万一。哎，超可怕，怎么会？而且是超大只的哎，我们家很少出现那么大只的蟑螂。敢喷很勇敢，不是我不喷不行啊，它晚上出来，喷到一半没了应该会超级崩溃。对啊，我到现在还在惊恐中，我看一下它，看起来是死掉了。